大哥，是。这内底吼，台湾有爱内底有一条歌是新的吼，叫做《红塞》哦，《红塞》《红塞》。为什么你要写这条歌？不是，那是郑钧之前就写好。郑钧之前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歌，叫《给敖》。给敖嘛，对啊。江蕙唱。给敖就慢慢攻击昂他这个昂塞，他其实都写好很久了。哎。然后他一直看给谁唱，你知道吧？嗯。他说他看了那么多哈，演艺圈里头，哎，这个结婚了，然后伊讲哎，不是离的离，走的走，啊，不是几啊届安尼。嗯。较无适合唱这段，啊！伊讲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啊，像诸葛亮啊，娶死的啦，啊，像胡瓜，你看也离婚了啦，啊，这个啊，什么张飞，他也是离了，到现在，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。嗯，啊，伊讲，阿姨大哥，这段哦，你看，你刚才你甲亚萍哦，三十几年了，都无啊，无啊，始终如一，哎，拢啊无啊，有想过要换吗？啊？想很久，偷偷有人想，不敢。所以他就说：“哎，这首歌，那他拿来我听的话，都觉得很好听。”我说 ：“OK， 可以。”哦，你再唱来看，听看麦吗？我应该没。清唱。希望一生陪伴你，温暖爱吃到老。老甲袂当无土豆，吃紧一工工作走。假使我若代先离开，我放你孤单将你留。忍痛为我哭，为我哭，可能是欠你的，我已经。心了了，好深情哦，真的鸡皮疙瘩一直唱起来。这只是前半段，后头还有。于大哥当年追亚萍姐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有趣的啦，因为那时候他年轻嘛，爱耍帅。那时候据说他是开一个敞篷车，戴个墨镜，哦，帅哈，那开着他去追亚萍。都是丁哈。那然后后来呢，开，可是因为。灰尘很大嘛，等到开到之后见到亚萍姐，墨镜一脱下来变成忍者龟，哈哈哈哈哈，对，然后只有那条戴墨镜的那条，那个地方是白的。因为呢以前文夏哈，他以前都到新竹表演过，那以前我就听他的歌，文夏老师，然后后面又带三个那个什么合音，嘿，小孩子有没有？有时候有那个姐妹花，姐妹花，姐妹花。然后也是开着敞篷跑车，后头载上。我说哇，好棒哦！我以后要是有钱哦，我也一定买部草坡敞篷的闹棚呀那。结果出道没有多久，我就一点点钱。哎，那时候买那个敞篷车，可能是美金留下来，大概不晓得不止二手，不知道三四手了。哎，然后。还6万块，很贵。那时候的6万块很贵。二手还老板。6万块可以买房子了。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一直那时候心想，以后有钱我一定先买一部这种敞篷。可是那個外表是很好看。可是每次到了红绿灯的，噗就停下来。那时钟啊，每次坐我旁边说呀，一个，哎，你够得了，刹车啊你。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碰到每次交通警察站出来，哎呦天哪，来我赶紧倒刹车。所以那是我的梦想。但那一步之后我就没有再开过敞篷车。是呀。亚萍姐是你第一个女朋友吗？那当然不是了。他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很有名的。我现在不要讲了，人家也结婚了。我比较不喜欢这样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交朋友都无所谓，但是我比较不会去讲。那你第一次结婚是几岁？第一次结婚了，第一次结婚就一次嘛，还第一次结婚，给力！你结婚的时阵，你想话你可以安尼套我的口风，对不对啦？讲袂错，29岁，很晚呢，你当时算晚哈。那个时候因为也是逼得不得已，亚萍已经有怀孕了，那结婚的时候亚萍已经7个多月，我不都帮他做到天啦，是，所以一到我头下听你唱歌，现在是足深情的吼，就表示讲你和亚萍姐感情现在是有够好。啊，红阿婆不冤家无？我懂你啦，夫妻之间吵架是一定有的，避免不了。你说，哎，没有那种好小龙，冤家最厉害。有啊，曾经被他
这个好几次，他到外头吵完之后，他跑出去，然后到律师那里，他就写好离婚证书，对啊，就写好了，回来就签，我签个字，可是我就不签，打死不签，要不然早也是离的，上面代志啊，上面代志，就有一次哈，其实那时候小孩他已经生了第二个，已经有第二个，那有朋友中南部的朋友来嘛，那也是到。我们那时候交往的就很复杂，然后来了，我们到中南部去，他也请客嘛，我来了，我们请他吃饭，然后可能有到那个酒廊去，那我也不晓得那个妈妈桑怎么会有我的手机，你知道吗？那有一天我跟亚萍录影回去，已经回去到家已经十二点多了 ，call 你，哎呀，然后就咚。然后接着我又不晓得说，哎呦，一大哥，你怎么好久没有来？我说很久没有去。我说，我说我老婆亚萍就在旁边呢。我怎么讲？对，没有时间，好，我就把他挂掉。亚萍不讲，谁打的啊？我说一下想不出来，我一下想不出来谁打的。我说，这个那时候他的姐姐的小孩当我们的经纪人，我说，斗志了，都是干嘛？啊，没有，是排节目啊。我说啊，好，有时间就可以了，没有时间就不要上了。我说他也不讲什么，直接电话就，都是啊，你找你姑丈是吧？没有，没事。谁打的？当场代机断掉了。那我就更小灯熊皮说，对了，女生打的怎么样？哎呦。没有办法辩解了，你不晓得讲什么，然后那是其实之前就已经差点被他离掉了，对，他又来一边款款又要离家出走，我说这次不用，我出去，我去款行李，行李打包，咚咚咚，我们是住在二楼嘛，他们家有三楼，咚咚咚，我就跑到三楼，我三楼住大概一个多月。啊，离家出走也不敢出去了，出去也没地方跑、啊。离家出走，再会一个连沙牢。还有沙牢最后啊。啊，起盖锅碗为他消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有在大概经过一个多月，他也都不找我下来吃饭。当时还要演出怎么办呢？还是去？还是去啊？两个人还是可以。他没有，都是我，是因为他那时候怀孕了，哎呀、然后后来就是他妈妈来。他妈妈他比较疼我的，他妈妈他就到上头就说吃饭的时候就叫他们上去找我下来吃饭，就好了。他妈就说下来住完干嘛，三楼这样都不方便啦、没事啊，顺遂落来就对了哈。所以你看啊、哦、肖尚居士、那个夫妻哈、一个冲动一个就要冷静，对不对？不然早就离八遍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都不愿意签？你即使这么气，你都不愿意签。当时的想法是什么？那因为有小孩，我经常也会替他们想的、我说如果我离了婚之后，那这些小孩，如果再嫁，他是跟我呢，或者跟他，我再娶他再嫁也不好，他叫谁爸爸呢？我比较不喜欢这样。对，那就是这个就小姐像的话，他没有离婚的想。没有离婚相、他都有桃花相，有桃花相，有桃花，没有桃花相，没有离婚相。对，桃花在哪里？现在也没有桃花的吧？现在是没有了哈。但是过去很多桃花是大概都是大年轻的时候嘛，难免嘛。他桃花相眼睛，眼睛，眼睛怎么说？他有点，这好像哈，你猛一看哈，你看不出来；你久看的话呢，他眼睛呢会这样子飘一点。这勾人，有这个意思哦，会放电，你别生气啊！不，但是那个哈，一般的像他这样英俊的男人，又有名的男人，对不对哈？又有才华，又有才华男人，这个桃花呀，就小可待机了，小可待机啦，真的小可待机嘛？他并没有弃家呀，并没有跟老婆离婚呢。其实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讲法，就是说，男人其实如果具有这种条件，玩一玩 ，OK 啦哈。也不想一想，不是哦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哈。但是他来讲哈，是锦上添花哟。可是有一种说法，玩一玩是锦上添花，对他有加分效果。有桃花的话，因为没有不孕的话，他没有新闻呐。因为他们两个怎么样？
不写话。对了对了，可是就是我也没新闻呐，你不帮我讲讲话？是的呀，啊，还没新闻，你还没新闻呐？啊啊！卫生署长都写信给你，你还怎样？我收他的信干嘛？可是有一种说法说，演艺圈的人就要有一带点桃花相，比较容易观众会喜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看你从事什么行业啦。来，我们现在休息，进广告。其实立委也要人缘啊，对，还是要有民意的支持嘛，对。很重要啊，于大哥现在心情。